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那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我是刘义平。台东县关山镇得过有机天气，今年前风气加十年来，用该传统农法转做有机。木棉道沙土转型反转年，都读到不出皮种该虫害。辛苦嘅农民不止天一年反东部收成一下少皮三箱，本钱掉枪枪之外，对转型有机没冇信心的。为多本帮我夹冻嘅有机天气，自己使用有机嘅方式来耕种。三观好，各方专家桥下合作爱想办法防虫害。对的，因应该记者邱一发通路景点，长期对焦采访研究团队，群起里观察今年海洋选种专业同细心，四配六年嘅时间，防气达到本农民懂少嘅害虫。结合来看，因应该报道。好像有若有似无的池上大桥，对不对？对。从那个地方开始往下推，一直到下面看到尽头那边，全部都是有机田区。哇！要在碧海推动烟关山镇的德国里，1809年地方的米虫，共多70人户的农民，牵通100人家的沃野，亦可以改用有机的方式来耕种。我希望是讲开价做得。一片按好的土地吼，做得搁下去，那生意搁做得，唔好搁用搿种个化学东西，唔好用农药吼，安尼了特别吊的啦、冲的啊，喊袂结熟下去。这秧苗不能放，哎，不能放，哎。从用上个布布的沿过来，可那用的上多用的，你也系因广东买个东西都要是有机的。所以阿罗泰那米场个翻工量，哦，阿基鲁设立做到有机的期款呐。其实你说罗港主任翻工房，对此你说就开始耕田，一直以来进入系用传统的方式来耕，用有机的方式来耕过后，虽然收成感受的，不过其实系轻皮下。因为吼，甲合作吼，收成当好，因为米场多。米仓都爆了啊，所以种到有机的，加是也好，咪下冬天来卖。你阿个东西吼，你唔配合伊吼，唔会进步啦，对不？你永远系讲啊，从遐按一般的无话来讲吼，啊，你啊，你后生你讲到几多会是一个无毒啊，系听实话。啊，本遐都后生人又下又机会去耕田，噶就是做遐有机的。人白你爱来哦，你也本去耕田么？啊，你要做在耕田内个呀？你爱来哦，去去耕田么？会啊，俺帮种出来有养啦。俺唔耕田，俺俺这田那把搞不满意，啊不满政府哦。啊，媳妇我做嘛？种有机也算的多，是吗？种有机也算唔多。为了大家因安样来种配合伊到，啊，紧慢慢的看会袂改进，袂割下就到么安样。本单上用油机来耕，下后生人接电来耕，河畔田口因耕电下翻工房，沙地转做油机耕种的天一年。有几台车呢？无负的落到田头都去，造成一定大的损失。不过，许多种苗的唔但抢黑机，黑贵的有机无用。用110年生命冻的种山量来看，就一下的减少了30%。这个虫其实都一直在存在，一直存在着，但是它因为被惯性农法压缩到它的生长空间，所以它会栖息在。就是比较没有药剂的地方，它还是在那边残存着。但是因为紫园这边刚好是一块连着的100公顷的农地，那因为转做有机没有用药之后，这边环境变好了，所以这些虫它就慢慢回来了。
无富的家家海体平地的无言地度，过去海台湾日正时期无为的五大害虫之一。你是头弄台无头风故事，都会连暗时就会走走出来。好似无为韩国无村的养分，会使知道动态态的无为早体含多轮体，后来因为下下泄肉的，也下无安详的。有，在这边。底下基部都躲在基部这边，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叮咬之后，它末端就不会输送养分过去了。三年的冬黑无味产生笋的时节，无腐的就被归到德国有机无盐去高密上卵，十到十四年过后，细虫的就被走走出来，开始是新笋毒蜂的养分，就被影响到无味的生长。你水稻收割完，它就去躲起来，藏到土里面、缝缝里面、草堆里面都有。它这段时间就是休息，它跟水稻其实蛮同步的。它就是等到水稻开始在分裂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嫩的时候，它就进来。那当然，我们农民这个时候他是看不到那个春象，因为那时候很小，进来卵只有一点点而已。等到农民如果发现说田里面的春象很严重的时候，通常是下一代又出来了。等到标春的时节，无腐的又要将提干米将的谷个石头凿凿，就是一般讲的胖谷，俗称就被收割清倒。这个是我们水稻黑春象的腹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六只脚，那中间这一根呢，就是它的口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根。它这一根口针呢，相当的长哈，那它可以刺到我们水稻的植体里面。在米粒开始长出米粒的时候，要经过乳熟、糊熟跟完熟嘛。那这个乳熟跟糊熟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是米浆啦，还没有整个硬化的米粒。那它刺进去就有汁液可以吸了。那到快完熟的时候，那太硬了，它大概就没办法吸了。就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家。对呀，吃软饭。韩国八果甲强又油的无盐，就是无腐的纯粹最好的蔬菜。但是因为虫发生之后，它在交配繁殖，那它有一个倍率，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们在六月多的时候，其实看到的虫一虫的数量。可能会超过20只，所以我们大概推演它的繁殖倍率大概是在20倍左右。所以你看，原从2000万只上就乘上去就上亿了。第2、3亿岁，中央山脉、韩国海岸山脉，韩国一条生物厉害，安好的环境会打出一座百国人甲的有机园区。韩国有公共加吃的无盐，唔过。所以有鸡巴可能每一只虫的会打乱体嘞。一左边过来就接受阿爸田来讲的翻工位，肯定是打田无奈何的讲，耕田耕的40年，就唔是度过安厉害的虫的。过两三上个天啦，俺本来种个是种个虫的失败掉了，啊，佮有七个兄弟的推广个外险。唔做落去，骗人是讲，跟人兄弟又唔做落去，我变假讲法。啊，有干毛毛的，安样毛枯的，安样的啦。啊，开始讲挨一片含龟石甲，还是空甲的，塌来补啊，塌来补啊。自从田方出来千多的无腐的过后，德国有机无盐的舒适，做得讲受提一般国家，要到全国都一个。也就是1000斤是保护的。如果确定已经得到这个我们讲的春象啊，这个球皮菇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会超过50%。那严重的话，我们是有听到是20%，也就是说一甲地只收20包谷子。因为一包谷，千来公啊，哦，千六啊，你别哈，五商你敢有法土工，一包谷买到3000，难。在连登三冬，农耕无过后，有千多农民拢去土米厂反映，讲唔爱再用有机来耕诶。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基础量了哈，经济量。那他今天收成就五成，他只有七万五，我们打田要一万，割稻要一万，插秧要一万，有机肥要两万，防治资材要一万，好，然后这样子就已经来六万，你才只有七万的收入，还有租金，我以最便宜来说四万五就好，你还要从你口袋拿出三万块。你啊，黑村乡安阳村的啊，外面上讲的风雨无法土好做的，因为人每日按多年进租吼，全部各两三场呢啊，这三场人安排农民咩生存下去唔得的啊，不可能的啦。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就会，大概就是卵会开始出来，那就差不多了，那就差不多。它村乡的交配之后产卵前期也没有几天啦，大概五天而已。哦，三五天就产卵了。对高米生卵都慎重，用医疗算的无负的，加个医生弄问题无言地度，比到二廿八个公顷又快又完整的无言技术，用有机的方式来讲，政府韩国合作单位罗新八度的爱潜出灭铁无负的方式。我们召集来想办法，台东改良场、高雄改良场、苗栗改良场、中兴大学，好、哦，这个庄老师用紧急防治的，好、哦、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研究。一般状况下哦，它不会有那么大的量。那因为这边是刚好从惯性转为有机，那有几期没有喷药之后，其实这个虫它是非常害怕农药的，也导致说有部分的农友他就想说是不是要回去做惯性。当然我们都是尊重农友的意愿啊，但是其实走到有机其实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发展有机防治这个害虫的方法，看能不能让大家继续保留在这个有机对环境比较友善这个农业的操作的方法。林安石头用天火雷下灯光用节的部分，我们前前后后大概抓了应该超过三十万只的黑春象，但是三十万只对两亿只来讲也是九牛一毛。收割完毕的那大概一个月的期间哦，抓到的会比较多。等到它后面，它基本上也是躲起来，等到下一期做的分裂生期，它再跑出来。无会过去来过后，留意铺粪，无会去草田，但无会再参过，为啥无负的多田空气？等今年湿种过后，再向下处理。啊，做起用再生稻，可能要比过伊嘛？可能咩无清理上呢？伊无比过伊啊？因为这问不出了，有时他弄的啊，落去其他冇事啦。111年，田丰的无负的含黑一点多，台东县政府国不将含黑深夜动的无的过去来过后，特别准的德国有机无的可以手干，而同虫的手必死。它这个虫不怕水，下大雨淹水它不怕，它会浮，还会游。好，然后我们这一次也争取到那个高温防治，但是我们有实际去看那些没有烧到的，或者是有轻微烧到烧一半的，我们就翻开，哎，其实它还存活。这让我跟那个我们改良场的那些专员，我们看到我傻掉了。我们说，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水火不侵。这一块田区哈，刚刚推行三年，对，但是这个虫子很厉害，几只进来，它就有办法繁殖它的族群。对，而且你不管它，它越来越严重。100公顷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有机的区块了，哦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去找防治的方法？我们希望这一块田可以继续做下去啦。自古的用天工雷下，用火烧压掉物理的防治方式过后，寒气唔坚固，各单位就强啊，村的寒前事，有机农先看事，阿无简单长草球，用有机的方式来耕种的无业，又再过很多转去，很多年来，米从韩国农民
安三忙对土地安友善的用心就莫再聊聊的。